谢谢主，在神的恩典当中，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很感恩执政的团队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很感恩马总统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很感恩萧副总统的夫人在我们中间，院长在我们中间，部长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说，荣耀归于你，愿主得荣耀，愿主得极大的荣耀。谢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奉主的名宣告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请听神的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间要高兴欢喜。主的高高我们，让我们宣告，这是耶和华悦纳我们的喜年。阿们。谢谢主，谢谢主。最大的掌声归荣耀归主，愿主得荣耀。天一的诗班要带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谢谢主耶稣恩待我们，在聚会里面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 Amen。 让我们同心赞美的时候，主耶稣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你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祷告。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的宝座、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开口的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同声的来开口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他欢呼，向他欢呼，向他欢呼。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他欢呼。将荣耀、将荣耀和尊贵、权柄都归给他，权柄都归给他。耶稣超乎万民之名，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他欢呼，向他欢呼，向他欢呼。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扬声欢呼，扬声欢呼，扬声欢呼，将荣耀和尊贵、将荣耀、权柄都归给他，尊贵、权柄都归给他。耶稣超乎万民之名，将荣耀和尊贵、权柄都归给他，将荣耀和尊贵、权柄都归给。归给我们的神，将荣耀和尊贵、权柄都归给他。耶稣超乎万民之名。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他的名配得我们赞美。让我们一起来拍掌。能力归我神，能力归我主，能力归我王，能力归我主，能力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荣耀，荣耀归我神，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超乎万民之上，他满有全能，他满有全能，因他创造宇宙万有。神能力归我神，能力归我神，能力归我王，能力归我主，能力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荣耀，荣耀归我神。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主，荣耀归我主。他
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他名是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满有全能，他满有全能，因他创造宇宙万有，能力归我们神，能力归我神，能力归我王，能力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荣耀，荣耀归我神，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是的，他统管万有，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所有台湾的百姓，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向神，让这个世代来宣告，说我们要为主来赢得这个国家，赢得这个城市。让我们的神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向神来呼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宣告。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着出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让主的荣耀充满在这里。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悦。求主啊，求你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悦。在众多来讲，为基督赢得这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也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让主的荣耀充满全地。哈利路亚！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神。是的，主啊，求你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求主你来差遣我们每一个。在我传扬福音的喜悦。来承接福音的使命，主啊，求你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悦。好不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在我们这一桌，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世代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来祷告，让上帝的喜乐能够代表代替了忧伤，让神的赞美能够充满全地，让被压制的、被掳的能够得着释放，让神的名能够在这里被高举，好吧？我们同声的来开口祷告，让主的荣耀充满在这里，充满在台湾，充满在这地，充满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同声的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你的救恩能够临到这里，主你的爱、你的福音能够充满全地。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为主赢得这个城市，为主赢得这全地，赢得台湾，赢得这个国家，一起来。
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原来替了悲哀，赞美一代的忧伤。为基督赢得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生。是的，主啊，求你恩膏我们。求你恩膏我，主你的恩膏的油能够降下，在我传要得以的喜典。主啊，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要得以的喜典。我们再来向神来呼求，主啊，恩膏我们。求你恩膏，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差我传扬福音的喜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在这弯曲背带的时刻。主啊，求你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差我传扬福音的喜悦。再来一次，我们再来向神来唱。主啊，求你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请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传扬福音的喜悦，主啊，求你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悦。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聚在这里的祷告。我们聚在这里不是一个公关的行为，不是一个主啊政治的行为，我们聚在这里这是一个属灵的行动。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渴望在这里看到你极大的荣耀。谢谢主耶稣，求你恩膏我们，传扬你释放人，传扬你自己恩膏得胜的喜年。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掌最大掌声归荣耀给神。谢谢主。弟兄姊妹请坐。谢谢主。刘义侠牧师，全国祷告网络刘义侠牧师，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聚会敬拜之后，整个聚会开始前用祷告带我们开始聚会，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 低头来祷告。造天地的真神，设立中华民国那一位主，因着你的儿子的宝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谢谢你，你一直拥有中华民国，你一直拥有这个美丽的岛屿。主啊，你一直是这个岛屿和这个国家的拥有者。主啊，你给我们机会来管理，但是主，你告诉我们管理的智慧、能力、权柄和谋略都当从你而来。主，我们谢谢过去这99年来，主啊，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宠。主啊，在 这段日子里面来，我们在这里面交织了多少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爱，主啊，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对他所有的委身。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困难却是我们不能克服的。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在国际上的情势，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在面对这块土地上所有一切的艰难，但主，我们知道蒙恩当从你而来，恩宠当从你而来。主啊，在今天我们缅怀过去99年，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主啊，你怎么样爱待了我们，把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恩宠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素常许多的行为单单的得罪了你，因为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国，我们却管理这个国。主，我们今天要将所有的一切的拥有权归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唯一你是设立这国的神，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路径里面我们有多少凄凉，我们有多少的悲哀，我们有多少的孤单，我们有多少的无助，我们也有多少的感恩缅怀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都努力了，主啊，我们都努力了，但是我们真知道这不是一条只单靠努力的路，乃是要靠住你的恩典托我们走过这一段路。恩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在这个喜年的当下，主，我们感谢在这个关键的日子你宣告中华民国得到完全的自由，得到完全的释放、平安与饶恕。
这实在你对我们的恩典。是谁把我们带进这一百年？是谁把我们背在身上，抱抱怀抱我们，缠抱我们，如同你乳养你父怀中的儿子？主啊，我们赞美你，是因为你对这个岛屿这个国家有特殊的命定。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此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宣告，主啊，你要将我们所有的一切悲哀用你自己的华冠来代替。主啊，你要用你自己的喜乐油来代替我们忧伤之灵。主啊，你要用一切的赞美来脱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灰尘。主啊，你要用我们得到我们许多杯中的好处挪去我们一切的羞辱和各样的凌辱。恩主，我们要在这里宣告，将来的五十年，将来的一百年，以世世代代的中华民国，主啊，要吃列国的产物，并要得列国的荣耀为满足。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在列国当中被众人所得认识。主啊，我们的子孙也当如此被人看见。主啊，要我们将我们身上一切的羞辱都被脱去，并且我们要宣告，中华民国的一百年以及将来的年日，在我们的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他和他的百姓。恩主，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要大大的喜乐这个国，你要大大的怀抱这个国。主啊，我们的子孙要认识耶和华，要赐给我们。主啊，在这个喜年当中，我们要看见田地怎样使白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中华民国和他的百姓当中发生出来。因此我们在这里宣告，主啊，中华民国是你的，你必要赐给我们治理管理的能力、谋略、才干和对外突破的一切的恩典。主，我们要相信这是一个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利上加利、福上加福的人。主啊，我们要看见四邦的列国要说，这国真是得了恩宠，因为我的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要在这里掌权，从今时直到永远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荣耀归给神。阿门，阿门，阿门，谢谢主。